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中青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在新历的100年11月27日，旧历的10月7日，礼拜一。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中华关青年农民联谊会和平分会日前伫咧和平镇农会活动中心举办成立大会，希望和平的青农会当透过联谊会互相交流。西港乡长张冠中率领工作团队甲社区志工到鹅寮村的出海口举办净滩活动，做回守护尊严的故乡。布莱知名建筑企业花卉乡里举办一日公益的志工服务活动，协助和平镇新庄国小进行小型工程的修缮工作。好，来乡亲，这新闻通起先来关心农委会为着协助青年农民，要求各乡镇市农会组织青农联谊会。中华县的青年农民联谊会和平分会日前哦，讲到伫咧和平镇农会活动中心举办成立大会，希望和平青农会当透过联谊会互相交流、互相成长。这几年以来，有愈来愈侪少年人倒来家乡做农业工作，但是青年农民上顶拄着经验不足、甲资金困难等问题。和平镇农会成立中华县青农联谊会和平分会，协助在地青农。最近有兴起一股青年农民返乡务农、从事农业，最主要是哦，在青年农民会当有做一技术的交流联谊翻转台湾的农业，咱农会嘛有咧推动温室的栽培管理甲环境，有做这技术上的交流。和平农会总干事张敬义表示，组织在地青农联谊会，就是希望会当提供平台，互因互相交流，吸收前人的经验，减少错误。和平农会也成为青农上强力的靠山。即卖因为大家拢做田的人愈来愈少啊，其实做田是以后是一个就有前景的一个行业啦。那因为现在从农的人口的老化，是需要我们这些少年的回来斗三工，回来这传承这份别人要做的工作，没关系，我们都捡起来做，因为我们有体力，也感谢我们农会要给我们辅导啦，让我们这些回来的少年的有一个机会，大家有通做伙一个经验的交流，让我们世代人的经验也通传承。青农常会拄到无容易租到土地、资金不足、欠缺农业技术等问题。农委会透过农会办理青农专案的加利息贷款，请农改场开设特定的政策来协助当地青农。张敬义总干事也表示，只要伫18岁到45岁之间有意愿做农业工作的青人，欢迎加入这个联谊会。台中华新闻叶宏武、何美采访报道。好，继续来看，在新港乡长张冠中率领工作团队，甲各社区的志工来到鹅寮村的出海口举办净滩活动，清洁队嘛出动粪扫车甲资源回收车协助清运粪扫。新港乡的大渡溪口被列入国家级的重要潭地，有真丰富的生态，会当欣赏水鸟、早潮蟹，也够虾膏等。为了守护这片潭地，新港乡长曾焕章带头进行净滩活动。阮新港乡啊，工作嘞，清洁队嘞，一年一次的这个净滩的这个活动，今仔日当讲感谢各村的村长、各社区的理事长，以及嘞上辛苦的各村的跩志工。大家安尼无少着休困的时间、宝贵的时间呢，专程来参加今仔这个净滩的活动。安尼，这个环保嘞，这个地球嘞，拢希望各位嘞，大家安出一下力将这个海边嘞来净滩，可以环保，可以清洁，可以更加好。海边的风景头，北风呼呼叫，但是也无减少乡亲参加净滩活动的热情。挂起手套，揢着粪扫袋啊，开始捡粪扫。净滩活动动员将近300位的在地乡亲，做伙来守护潭地，场面是真壮观。
民众将垃圾确实分类，等到资源回收车。这届清洁队为了净滩活动，出动垃圾车甲资源回收车各两台来协助清运垃圾。啊，若是新港中校病院也准备简单的医疗用品，以备不时之需。新港乡，多中华新闻叶宏吴新港采访报道。新竹国小伫咧十二月初二将要来举办第95个生日，国内知名建筑企业为着回馈乡里，是来举办一日公益的志工服务活动，协助新竹国小来进行小型工程的修缮工作，营造优美舒适的环境，欢度学校95周年校庆。河美镇新庄国小设校已经有95年，有一挂校舍较老旧、有破损的情况，但是因为经费以及专业技术人员有限，无多立即修缮。因此，在国内知名建筑企业举办的公益活动帮助之下，进行小型的建设修缮工作。很感谢龙头营造、顶真建设来新庄国小办理一日公益活动。学校因为已经设校95年了，很多的建物比较破旧老损，那学校在各项技术方面比较不足，那今天非常感谢这一个建设公司来回馈乡里，让我们学校很多小型工程营上可以做好建设。他龙拓公司有这种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精神，值得我们来学习敬佩啊，非常感谢他啊，来对新庄国小一切校园以及校地的整修让整个学校看起来更加的美观环境上也更加的舒适。建筑公司的总经理陈时应表示，公司的总部在台中，但是因为最近在彭友里有案件正在进行，因此有了解何必结缘的机会，而且公司每一个季度都会举办公益活动回馈乡里，一日公益志工服务的活动办了很多年，很多校友包厢都相当认同这款的行为，主动加入公益的行列。这个也感谢那个彰化县员林仲焕议员跟唐友里里长何其胜他们的媒介哈。那公司本来都一直在做公益的活动，大概一季会一次。那因为有这两议员跟里长他们的推荐之下，所以我们选择了新庄国小来做我们的一日公益。那我们希望借由一日的公益这个活动，让员工可以感受到付出。当他有了付出的时候，我觉得他做任何事情哦，他会越来越快乐。老板就是非常热心参与公益，因为他觉得公司就是要适时的回馈给社会这样，然后就带领所有的员工一起来体验，然后也是一种学习，因为我们平常的工作就是像是我们内业工作比较不会接触这种像是油漆啊泥做这些，然后我们也是一方学习，就是他们的工作内容到底是哪学这样。修缮的工程有铁工以及零星的修缮工作，还有土木工程，参像是连锁砖道变形、重新铺设改善，还有改善走廊壁度顶油漆脱落的情况。另外，总经理也特别组织一顶小火火的火锅，来为了在寒风当中进行修缮工作的志工做好代志以外，也未袂记得体贴志工的辛劳。大中华新闻叶宏吴何美采访报道。万林市和平病院为着欢庆18周年，是特别举办宝宝爬行比赛加音乐表演。广告了后，马上回来。彰化就业服务通，让您就业好轻松。让我们来看看本周职缺有哪些。更丰富哦！哎，这个我知道，一趟鹿港东游记，吃喝玩乐全搞定，实在太划算了。忘不掉，鹿港东游季过来了，按10月29开始，玩乐鹿港东游记，每一天拢精彩哦。我是鹿港镇长吴正安，2017鹿港东游季，欢迎大家来铁佗。家庭废水处理好，市民健康无烦恼。民国眼中共一线，争取建设有
底看。幸福彰化，相信赖安彰，相信赖安赞。我整这古田气味穿啊，哦，有啥物啊？我好在听无哦，啊，搁透风落雨，内面拢唔知呢，品质赞，技巧搁实在，美观安全搁大板。我来赞古田，安尼咱拢是感觉的，把咱的厝过条条，古田气味穿。地户代书事务所专业办理房屋土地一二三胎贷款，真件这转马上申请，马上放款，银行利息、农地契约买当办理。咨询电话：控诉838133，控诉838133。地户代书事务所。玉山当铺，鹿港镇中正路332号，汽机车借款、黄金、名表，中小企业打借款，支客票还款，电话775591，电话775599。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计价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特拨专线711-9440，711-9440。速度越快，时间越慢。用更快的速度摆脱时间的束缚。凯擘大宽频500Mbps光纤上网，急速登场。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这款的康乃酱你赞哦，日本做的面板还有刷电线，只要做做做做，我的第一台 Shop 开启新生活 Shop。搭配指定方案，我的第一台 Shop 免费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欢迎跟来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二，嘛是古历的十月十一。经过同事的记载，明仔在微光叠加八方，何时是早起九点到十一点，是一个祭祀加祈福。另外有啥物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登记参选国民党党内县长初选的政党新秀吴明铁，二十七号早起在南苗疆的前广场举办头一场的说明会，吸引九百位的民众到场支持，其中有不少新一代的青年哦，是做伙站出来关心家乡的代志。国民党的政党新秀吴明哲脱下医师袍，投入党内县长初选。二十七号上午，在南苗疆头前的广场举办说明会。在说明会开始进行，特别先点香，向中华妈报告，伊要参加党内县长的提名活动。从小我们就拜妈祖长大的，祈求跟妈祖禀告正式的禀报，我要参选我们国民党县长的提名初选活动，希望能够顺利出现。能够为我的家乡正式的踏上为全民服务的一个里程。吴明哲表示，国民党内欠缺新生代的力量，伊毋茫会当成为源头活水，透过世代交替传承，利用少年人的创新佮活力替家乡服务，也提出彰化黄金三角的关键蓝图。黄金三角的概念，彰化位处台湾。这块岛的正中心、正中央，你把台湾翻转过来的时候，彰化是个支点，有了这个支点，彰化就撑起整个台湾。怎么说？彰化东边有八卦山，下面有浊水溪，我们的西边就是台湾海峡。彰化有山、有水、有河流，还有平原，真的是非常丰富的一块土地，它是个能量的一个集中的概念。我们从三角形为出发点，把彰化再分成四个大块，四个三角形。所以彰化从三角黄金三角重新出发，彰化的新品牌
为彰化走向国际化的一个最好的第一步。吴明哲希望打破传统南疆北疆的概念，将全国26个乡镇搁再分作四个区，透过品牌保证的概念，甲彰化行销出去。说明会现场吸引上百位支持者到现场替伊加油打气，其中也会当看到不少新生代少年人做伙加入关心家乡事的行列。多彰化新闻也访吴彰化采访报道。花林市和平病院是全世界唯一得到日本三丽鸥公司授权的 Hello Kitty 病院，欢度18岁生日。院方是特别邀请较早伫咧凯蒂猫祝贺之下出席的红孩啊，用音乐表演替病院献上祝贺。就连未满一岁红孩啊，嘛咧参与爬行比赛，现场温馨热烈。庆祝创意18周年，真侪当初伫遮出生的红孩仔大汉咯，早就甲去伫咧病院大厅演奏优美音乐，祝福病院生日快乐。全世界唯一的 Hello Kitty 病院，日本三丽鸥公司也派出 Hello Kitty 来到万林庆生。另外，安家出世也未满一岁红孩仔，也来比看卖向白了较紧。八周年的周年庆，我们浩生医院本身我们深耕我们的社区，我们希望能够营造一个最好的一个富有的一个环境。好，那这边我们这边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社区的这个小朋友他除了这个能够分享到我们这个喜悦之外，通常我们当然我们今天这个 Hello Kitty 也来到这边，给我们很多小朋友带来很多的欢乐。好，这也是我们一个医院的一个目的啊，希望我们能够继续的维持下去，能够受到各位大家的支持。比赛开始，有的速度真紧，有的老神在在坐伫咧原地袂停袂动，现场热得滚滚。跟我们号称出生的宝宝单位回娘家一样，他为我们有举办这个爬行比赛、滚大球这个比赛。好，那希望能够大家在一个成长的过程，是一个幸福快乐欢乐的一个环境里面快乐的成长。万林和平病院18周年义庆，院长蔡宗济表示，创院以来一直秉持着社区病院的精神，甲医疗服务不断延伸，也希望透过音乐交流互相观摩，提升在地音乐水准。大中华新闻林桂英万林采访报道。好，过来哦，来看到这个彰化市建国科技大学美容系思想团队真厉害哦，共是利用紫色杆菌萃取的天然色素，开发出天然紫色的精甲油。这项发明嘛，来得到波兰国际发明奖的肯定。增加菜味风气一直无退流行，不过化学增加油会伤身体，天然的当然上好。建国科大美容系教授甲研究生。用紫色杆菌萃取的天然色素，成功开发出上困难的自然材料处理的胶质。我想要改变指甲油的配方，让它比较没有毒性，而且呢，我要用天然的色素。那这个天然的色素呢，我们就去找了很多很多的细菌筛选出来，就发现有一只细菌呢，它可以产生紫色的色素，而且它是不溶于水。好，那这个应用性就会更好，然后它又是紫色，天然界当中很少看到紫色而且不溶于水的色素。除了天然胶是增加油的发明以外，由苏新团队开发出让行动不便者更加便利的护具。开的你带不走出去都要助行器，很麻烦的，所以这就是把我们的电动带不走跟助行器把它接起来，咱行行路以外，咱要下来行动的时候，这个开关给它立下去好，伊会帮助咱甲咱人托管起来，好咱的脚骨着涂骹，伊个伊就救起来，咱我都来行动。另外，即卖上海的林三亚，苏信团队研发的太极螺旋形垂直轴式锋利机叶片，也得到波兰国际化冰店的银牌奖。讲这台，这台叫做阮叫做弯刀型吼，像这个物件，伊的叶片较短，伊甲迄个叶片。长的叶片甲切断，装伫这个脚内底，这个效果片，咱传统风机的发电效率、发电量、甲成本拢搁较好，所以像这阮拢有去国际发展比赛嘛，申请专利。这三项摕到国际发明奖肯定的作品，除了取得专利以外，由厂商积极来制作，要甲这个发明商品化。大中华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
鹿港镇都市藝文中心公案十二月份开始将推出一系列好看又够好耍的藝文活动，公告了后做回来了解。自从我装了 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手机一点就可以看到我的毛孩子，真的很方便。有了 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让我在煮饭、洗衣服的时候可以很轻松的看到孩子在做什么，真的让人很安心。凯擘大宽屏 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一通电话安装到好，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乡亲啊，这款的康乃馨你赞。我的第一台 Shop 开启新生活 Shop 搭配指定方案，我的第一台 Shop 免费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计价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特拨专线7119440，7119440。自从我装了 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手机一点就可以看到我的毛孩子，真的很方便。有了 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让我在煮饭、洗衣服的时候可以很轻松的看到孩子在做什么，真的让人很安心。凯擘大宽屏 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一通电话安装到好，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由文化部推动的博物馆和地方文化馆发展计划，鹿港镇都市藝文中心也是彰化县地方文化馆的之一。当年举办藝文展演，也来提供很多居民参与藝文活动的体验。这次因应计划，公案十二月份开始，是要来推出很多好耍又够好看的藝文活动。一群幼儿园的小朋友来到鹿港艺术村采花木雕，剃插头换上五花十色的新衫裤。经过小朋友的卡斯，这挂插头干露有了新生命。点，这边你给他一点，等一下转起来又多了一圈了。小朋友来甲大师学习木雕彩绘，和传统工艺向下推展。这是鹿港都市藝文中心十二月份要来推出的一系列展演活动。即届吼，咱伫咱十二月份每一礼拜拜六甲礼拜，咱有办真侪活动啊，一寡即个动态啊，佮一寡咱即个啊 DIY 吼。啊，咱伫这部分，咱有邀请咱即个皮雕工艺师啊，即个筛头吼彩绘。还有就是包括咱这个一寡这个工艺，这个活动，咱拢伫遐做 DIY， 啊，加上吼，伫迄个所在，咱这段期间，咱总有邀请真侪这个表演团体吼，真有名表演团体来甲小朋友来互动，所以伫十二月份，咱的艺文中心会非常的热闹。啊，我伫遮要邀请吼，所有咱的遮好朋友吼，来到鹿港吼。参加阮十二月份，咱艺文中心吼诶各项的活动，我相信来到遮参加这活动，无论是大朋友、小朋友，都会当啊，参加足欢喜的。今年十二月份，鹿港都市藝文中心真热闹，动静态活动好看够好耍。鹿港镇长黄静安热情邀请大家踊跃来参加。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讲到这个菜粿，不管是炊煮的，也是菜，拢真好食。李水乡一位农民伫咧朋友的介绍之下，是来栽种新品种的菜粿。形状哦，讲安尼圆圆短短，真亲像蜜果。伊取好名叫做苹果丝瓜，食起来口感脆脆，而且甜度比一般的菜粿搁较甜。伫市面上，唔那是真受到欢迎，价钱嘛真悬。好食的菜粿食起来真清甜，不管安那料理拢真好食。李水乡有一位农民，今年年初为农政单位得到改良的新品种菜粿，因为外形短短圆圆，亲像苹果共款，因此好名叫做苹果菜粿。苹果丝瓜吼，伊这口感，佮比咱早期吼咧推的这个粗烂菜粿吼，
搁较清脆，煮起来搁较清脆，啊，食起来脆度啊搁较悬吼，相当适合咱的小家庭吼，啊来加烹饪吼来食，非常的好啊，口感非常的好。另五菜粿的外观就甲另五同款，真侪人一看到就真喜欢，而且另五菜粿食起来甲一般的菜粿无同款，口感脆脆，而且甜度也比一般的菜粿搁较甜。现在另五菜粿也要进入圣产期，有机会在市场上买到另五菜粿。多种的新闻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共有133公吨，平均的计价是每公斤17.4元。继续来看详细个情形。果菜上价17，中价15元，下价13；果啊上价32，中价20，下价17；菜粿上价32，中价24，下价19；面头上价90，中价80，下价67。花果上价52，中价43，下价31；桑仔上价73，中价62，下价50；包心贝仔上价17，中价13元，下价8元；葱头上价27，中价24，下价18元。菜头上价18.4元，中价12元，下价5.6元。冬瓜上价10.6元，中价8.7元，下价7元；挂菜上价37元，中价28元，下价18元；空瓜上价76元，中价53元，下价28元。明仔开始到拜四的早起，温度会开始来回暖，西半部地区高温来到30度。不过拜四下半天开始，冷空气报道，东北季风增强，拜四早起北台湾天气转变，气温会开始来降低了。好，继续来关心各地区的天气状况。以上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装了 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手机一点就可以看到我的毛孩子，真的很方便。有了 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让我在煮饭、洗衣服的时候可以很轻松的看到孩子在做什么，真的让人很安心。凯擘大宽屏 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一通电话安装到好，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乡亲啊，这款的康乃馨你赞。日本做的面包还有刷点线，只要做做做做，我的第一台 Shop 开启新生活 Shop。搭配指定方案，我的第一台 Shop 免费，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
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计价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特拨专线7119440，7119440。